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 夏天到了，总是会想要穿无袖的衣服，还有比较清爽，就是轻盈的衣服出门。但是呢，照镜子的时候，就是看到这边两坨那个肉肉啊，副乳的地方，就会觉得，唉，把衣服又默默放回去衣柜里面去了。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如何有效的消除副乳，摆脱副乳的困扰，又能把脂肪养到胸部，让你的罩杯升级哟。秘密呢，就是在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戴利贝尔的羊脂内衣，它是超级厉害的收乳神器，也是我升级罩杯的秘密哦。那我身上所穿的刚刚的那一个奶茶色系的，是戴利贝尔里面的繁花温柔机能内衣。那我选择是奶茶色，那奶茶色它的颜色是最近很流行，它就是可以把我外扩的肉肉集中，直接把我的副乳变成胸部，侧边加高，它还整个变得超深 V 的，穿上呢非常舒服又集中，也不用在那边东挤西挤啊，才有那种事业线，而且整个胸型立即就是有长大的感觉。它穿这样子，你看深 V 或是那种比较可以有点展露自信的上衣，就会非常的丰满。我想告诉大家，我在认识戴利贝尔之前，我的胸部真的很小，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虽然我胸部没有下垂哦，但是 cup 有多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可是之后我也就没有想说要期望我的胸部可以再变大，对，就是这样。那请你们大家看一下前后有穿跟没有穿的感觉。我平常呢内衣都是穿无钢圈内衣，所以胸部就会感觉垮垮的，没有精神。那看看另外一边有穿上戴利贝尔的羊脂内衣，整个就是挺起来，胸型会变得很漂亮，而且很集中，侧面看起来也不会整个胸部没有精神，反而是上托往上挺起来，是不是真的差很多呢？所以内衣呢真的一定要好好慎选，而且也要亲自去试穿，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啦，小钱千万不能省呢。我手上这一件呢，就是繁花温柔机能内衣，就是我刚刚身上所穿的。跟大家说一下呢，它的独家羊脂内衣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水滴杯型，就是这边啦，水滴的杯型哈，可以将胸部集中向上托高，不压胸的设计，就是你穿起来不会让胸部感觉很不舒服，很难呼吸，而且它的钢圈有到这么高哦，所以它的集中力会非常好。副乳，副乳，副乳，女人最讨厌的就是副乳啦。有特别设计腋下 L 型剪裁 ，L 型的剪裁可以把副乳通通收进去，还整件穿起来的包覆性非常好。不管是跑跑跳跳，还是手部有大动作举起来，内衣也不会移位哦。使用弹力收止布这个地方，超弹力收止布呢，弹性超好的，它等于是用塑身衣的材质去制作，所以可以把边缘的肉肉都可以把它包覆进去，而且穿起来完全没有压迫感，夏天穿起来呢透气又不闷热哦，而且还可以把外扩的肉肉通通全部抓回来。那我身上所穿的繁花温柔机能内衣，还有这件颜色没有很美，它是法式花园蕾丝凉感机能内衣，还有它同样的也是羊脂内衣系列哦。一般法式内衣虽然好看性感，但是不容易集中，戴利贝尔这一款包覆性集中超级好，重点还能养脂肪，舒服好看，穿上去也超级有女人味的哦。除了胸型以外，那下半身怎么办呢？下半身戴利贝尔也帮大家想到啦，就是它有搭配全套的同系列的内裤哦，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下半身要怎么去做搭配哦。而且它的内裤是非常透气又舒适的，而且它穿起来呢，它可以把整个屁股边边都包覆起来，就会让你有蜜桃臀的感觉哦。其实穿一段时间这个羊脂内衣，我真的有吓到，还真的是让我的胸部
有 up up 让罩杯升级的感觉。当时我跟我老公说，我胸部好像有变大，我老公就说真的假的，我看看我看看。当时我真的超自豪又很兴奋，所以我真的很推荐不管是大胸部还是小胸部的各位女性朋友们都可以来试试看这一件羊脂内衣。想要让胸型长大变漂亮，后来呢想要有深 V 的事业线的人，而且你不需要东挤西挤啊，缠来缠去啊，有的没有的，所以可以赶快去到戴利贝尔的官网上面去逛逛，看看有哪些羊脂内衣是你最喜欢的款式哦。那也可以到戴利贝尔的实体门市去体验哦。让我们一起抬头挺胸，展现女力的自信吧。